金玉珍，你干？你在我房间干嘛？我来找之前掉在这里的东西。我打扫过了，没有。你又知道我掉什么了？公约第一条，未经别人允许，不能去别人房间。不要乱改字句。差不多意思。我删掉了。画两行，留三行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是你近期跟我讲最多话的时候吗？找我什么事？刚哥说，为了感谢你保护思琪，周末去野餐。好啊，那我转达他。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游，他就有邀请你。如果你不去，那我也不会到。金宇珍，我不准你拒绝。